好，咁今次好开心啦，可以攞两个奖项啦。第一个就系最具人气 MV 大奖啦，同埋新人歌手 MV 一个奖项啦。咁其实系一个对我同埋一个团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证明啦，同埋一个嘅支持嚟嘅。因为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可能得一啲歌曲嘅奖项啦，咁 MV 嘅奖项系好难得嘅，同埋呢次系我同我嘅团队第一个嘅 MV， 亦都系我第一首歌，所以系别具一个意义啦，对我嚟讲。咁我希望可以即系再多谢我哋嘅团队啦、导演啦、肥波啦、Dennis 啦、Creative 嘅义五同埋光仔，咁希望大家即系继续支持呢个 MV 啦。咁其实揀选角的时候都精挑细选啦，咁啊拣咗我哋嘅最佳女主角Evelyn 蔡颖恩，咁佢演绎都非常之好啊，希望我会可以有更多更好嘅歌曲啦。